天我在好消息啊，怎么这么那个开直播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去了，现在那边没开呢，狼烟好久不见的感觉、啊。并没有特写，知道为什么这鸡腿好吃不？因为这鸡腿得带汁的，看不见是不是？这个鸡腿现在老烫了，里面都带水的，带汁的那种，一挤就会出油那种，老进味了里面。特别是鸡皮最进味儿，鸡皮特别的烫，而且还进味儿，而且这个肉一点都不死，就特别的进味儿。好吃。欢迎谢英文哥。你知道鸡腿鸡汁，你知道鸡腿哪最好吃吗？这个位置这个皮看见没，看见没，这个地方是最好吃的。我吃完了。两点活动不是三点呢，有些人都馋了，但是我得吃完呢，不然就凉了。好了，吃完了，欢迎总裁。一个肯定不够呀，这个鸡腿是昨天那个出去买回来的，这鸡腿特别的好吃。昨天我一个人吃了五个，我去，一个鸡腿是10.05块，完事我又打包了五个回来。昨天晚上吃了两个，今天早上吃一个，还剩两个。嗯，给大家唱一首抒情伤感的歌曲吧。嗯，就唱一首短发吧，不，唱一首口香糖送给大家。还有半个小时活动就开始了，咱们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啊？这个泡泡你还没到，真希望吞吐人下冰雹，这胡椒妈妈的感到我当街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喵喵悄悄曲子飞到，爱情像口香糖给吐掉，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修掉，你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来没天理，我不想再吵来吵去，再骗来骗去，算我倒霉总可以。失去你比有你还容易，虽然是比较烂泥，我可以叫叫口香糖，街上随心所欲的去流浪。好的，飞翔，亚木，吹个泡泡你还没到，不寂寞天突然下冰雹，等不着弯弯的感冒，我当街晕倒，好把你吓一跳。摇摇悄悄曲子味道，爱情像口香糖快吐掉，你喜欢东高西高高，我把你丢掉，我没什么大不了。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，既然爱没有天理，我不想再吵来吵去，再骗来骗去，算我倒霉
要上堂，回到大街上，随心所欲的去流浪。这首歌叫口香糖，晨晨说的那个对，郭德纲还有于谦还有就是咱们过去先跟他们对问一下好，咱们家人一定要懂礼貌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进去的人先问好，只要好一问完了以后，咱们家就开始爆棚。反正礼貌的事咱们得先做，做完礼貌的事我们再自嗨开始。对，好害羞怎么办？你害羞啥？全是公屏，哎呀去！晨晨说那边没有喇叭，他发不了，那边全是公屏，那就看你们自己了。问个一分钟、半分钟的，咱们就可以收了那句话，就不要可一句话一直耍，总会带头的，大家关注一下就行了，啊。咱们还剩下20分钟，咱们就聊会儿天呗，行不行？少唱两首歌，咱们一起在这待着。有喇叭吗？有喇叭呀，还可大了，真假的呀？欢迎星星的大西。有喇叭，那就好，你去试了，那行。晨晨想出来这口号了，那等会儿就大家就是看看口号来吧。然后当我说话的时候，你们就自己发言，自动发言，就是刚才演习的那个，你们懂的啊，用自己话说就行。夏夏，别忘了把你喇叭拿上，我这喇叭能拿出手吗？喂，于老师好，郭德纲老师好，我是来风主播韩夏夏，你好你好，我这喇叭能拿出手吗？这给我踢出去了，我去，你们在逗我吗？这是在害我。会大屏那边有人黑我们呢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们记住，人多的地方肯定就乱，他们黑咱们，咱们人多，就让他们说的话，给他们说的话埋没了就行了，千万不要对骂，好不好？如果真有人骂夏夏的话，或者是别人家的粉丝骂夏夏什么什么什么的，那个就假如说什么的，你们千万不要对骂，那样的话不好。而且我没上的时候大家不要刷屏，就是都不要刷屏，因为优酷的人还有用户呢，看见全是咱家刷屏的话，那他们肯定是那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咱们家不要刷屏啊，刚去的时候咱们就老实的搁那看，又没到我，你们刷屏干啥？就是啊，不跟他们骂啊。你们唱一个短发，于谦也在，嗯，给个马甲，咱们家给他个马甲格式，静静独宠殿下那个。还得拼命装傻，我故意视而不见，你外头上有他的发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的待在家，静静的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进一步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进一滴伤透我的尴尬，
出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。这位叫短发，咱们家宝贝乖，别去刷屏，好不好？让他们都回家，不要刷屏。雨仙还不知道你没上呢。就是啊，咱们大家别去刷。这首歌叫短发，喜欢天下唱歌点击一下关注，三点才开始呢。哭得喉咙沙哑，还得拼命装傻，我故意视而不见，你外套上有他的话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的待在家，静静的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记忆地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记忆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记忆地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。静静，欢迎静静加入咱家，欢迎。那边怎么像是单声道的？对，那边就是单声道的。大家都在反应，那边活动，那边是单声道的，只有右边的耳朵有声音。谢谢我家静静，欢迎静静加入夏家。咱们家宝贝啊，那个又没开始，你说咱们过去刷屏干啥呀？别刷屏，都让他们回来啊。但是家里人多，这么多人控制不了，我控制不住，不能叫每一个人都回家。现在他们不听我的呀，有点他们都去转告去了，咱们大家互相转告一下，让他们回来。没开始呢，过去刷屏啊。有小主直播不看，去刷屏去。回来没？夏夏开个升级任务，谢谢了我。好的，回来了，你们乖点啊。是活动那边吗？是活动那边。对，就是活动那边全是单声道的，我去听了，确实是单声道的，只有右边耳朵有声音。谢谢咱家小号的 iPhone， 谢谢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唱一首什么歌呢？你们平时爱听什么歌呀？唱一首李白吧。嘟嘟嘟。咱们今天晚上要不要正常直播呀？八点。李白。大部分人让我学习去看夜色的夜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开始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，多么听话，多牵强。
喝了一大碗米酒再离开，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哇，感谢魔兽哥。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推翻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。第一，都应该练练书法，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想李白，头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想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时代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想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谢谢谢谢，哎，魔兽哥，还我们家天的跑车，是单声道哈，跟他们反映了一下，看他们回不回来。好的，马上处理。是不是单声道啊？是吧？哎呦，看来我还帮了来风一个大忙呢。我们家人还是有用的，过来能反映出来问题，没有白去。好的，马上处理。这个是放的那种备播片，就是暖场的，然后等一下那个到现场的时候就好了。哦，好的。唱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。留着你隔夜的吻，感觉不到你有多真，想你天色已黄昏，脸上有泪痕。如果从此不过问，不想对你难舍难分，是否也就不会冷，心就不会疼。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，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，我害怕一个人，为何不肯轻轻放我一生，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为了你，我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，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容易受伤的女人，静静看楼。夏夏那边还有咱家的人，火药味有点浓，这怎么？咱们家千万不要去骂人啊！你就是肯定会有人来骂我，因为咱们家人太多了，可能是你们一起喊我什么的，别人家的粉丝会不喜欢你们，所以说那个别人可能会激动骂我一下，但是骂我的时候你们不要去还嘴，行不行？答应我呗，别跟他们去骂，行不行？他们要是骂我，就让他们去骂去。咱们就是我们看我们的，别跟他们吵架。如果你们要是真吵架了的话，那公屏就真乱了，人太多了，行不行？咱们别给官方添乱啊。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，是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恨。如果从此不过问，是我让我越陷越深，穿过能爱我的人越来越陌生。怎么也如轻轻唤我一声，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。明明和你希望你会心疼，我害怕
为何不肯轻轻还我一生好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为了你我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让越远心越深，看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叫容易受伤的女人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刚才我切换那边看见了一下，等一下啊，我去说一句话去。好了，打完了。哦了哦了，叮噔噔，好了好了。我怎么样，我就说嘛，我去道歉去了。我就道歉特别快。你拿什么来爱我，我这样道歉去了。你们别刷屏，求你们了，各位大哥别刷屏行不行？这回自己家来看我直播了，没到点儿呢都回来。欢迎幺幺幺。哎，果真是有人回来了哈。不是，你们咱们这么想，假如说呢，这个活动呢是每一家人家都有主播在参加，你们喜欢的夏夏在里面，那是咱们家人多，那你们那么刷的话，那别人家的主播谁粉丝都没说话，那都是咱家人在跟一块说，要换成你们的话，你们肯定心里也不得劲儿，因为你们的主播没有凸显出来，这个很正常，每个粉丝都希望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上面或者怎么样，那将心比心，咱家这么刷的话，这样的话是不太好，所以咱家人先回来看我直播，听见没？欢迎咱家小伙伴回家，欢迎咱家凤起。所以咱们家宝贝乖一点啊，这样的话可能会无形的给韩夏夏树敌。本来我外交能力就不太好，就不怎么跟别的主播来回走交涉什么的。你们再这么整的话，这回就好了，给我一个完美的补刀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唱歌，给你们唱首《楼兰》吧，你们喜欢听的歌，给你们震在这里，谁也别走。我要唱《楼兰》了啊！狮子，
是我的真名。慧慧。像为沙漠切那一根曲线，风间披风为你御寒。哟，咱家风起。莺飞拂去中我摸你的容颜，我就在那赤火炉边取暖。香了一年结了一根红线，深埋生命血脉相连。用丝绸去染色你的肌肤，我就在那个月光。
听听。欢迎蛟龙，我的楼兰，还唱一首什么歌比较受欢迎呢？大家喜欢听的歌有什么歌呢？残雪吧，反正也快了，还能唱一首歌，我就准备聊天了，就不能唱歌了，突然间就那个了。哎呦，秀士好久不见，好久好久不见了。时光它晕染了所有，它蹉跎了回眸，它和我撒了泼，它揭开我的伤，浑然不知的痛，眼泪划过所有的梦，绕过你眼神的汹涌，你内心的躁动，你为谁发了疯，我百般的包容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却把承诺千疮百孔。你曾说过陪我去看一场雪，我在漫漫黑夜静候你的眼，可谁又知道暗中笑不住枯叶，被风分裂留下一个圈。你说爱情就像缠绵的蝴蝶，注定躲不过昙花残雪的夜。你读的誓言，爱可以改写，绕来绕去的却败给了诀别。感谢咱家一只的3344，谢谢一只，哎，分享。啊，要去，现在就可以去了，去挂机也可以了，两边都在就行，这边也在，那边也在。时光它晕染了所有，它蹉跎了回眸，它和我撒了泼，它揭开我的伤，浑然不知的痛，眼泪划过所有的梦，绕过你眼神的汹涌，你内心的躁动，你为谁发了疯，我百般的包容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却把承诺千疮百孔。你曾说过陪我去看一场雪，我在漫漫黑夜静候你的眼，可谁又知道寒冬守不住枯叶，被风分裂留下一个圈。你说爱情就像缠绵的蝴蝶，注定躲不过昙花残雪的夜。你读的誓言还可以改写，绕来绕去的却败给了诀别。时间改了吗？不是三点吗？我给他残雪。你曾说过陪我去看一场雪，我在漫漫黑夜静候你的夜，可谁又知道寒冬守不住枯叶，被风分裂留下一个圈。你说爱情就像缠绵的蝴蝶，注定躲不过昙花残雪的夜。你读的誓言还可以改写，绕来绕去的却败给了诀别。你说曾陪我去看一场雪，哦，改成3:15了是吗？那我们就再玩一会儿，反正我是不能下播啊。哦，我把这个我下一下大图啊。谢谢爱你一下啊，我把大图下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喜欢天下唱歌的宝贝点击一下我上方的那个关注，大家记得吗？关注点完了以后才能再见面，要不然下回就找不着了哟。宝贝动小手指，就在头上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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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咱们唱首激情一点的歌，我看有什么激情的歌给你们唱一唱。噔噔噔噔，唱一首我们家晨晨最喜欢的曲风《草原风》，一首《我从草原来》送给大家。对小星星的宝贝走一下，小星星，小星星是不花钱的，手机电脑都有，谢谢大家啦，谢谢这个666。
望着天来，岁月已经更改，心胸依然自在。我放歌万里外，明月与我同在，远方为我等待，心澎湃。心蒙蒙就在，未来为我盛开，天空开始泛白，脚步如此轻快。我想爱爱就来，不要寂寞尘埃，七里花开不败才精彩。我从草原来，吹动我心怀，吹来我的爱，像大海，共鸣。我从草原来，温暖你心怀，不变我的情，那天蓝的爱。我立马千山外，听风唱着天籁，岁月已经更改，心胸依然自在。我放歌万里外，明月与我同在，远方为我等待，澎湃。心蒙蒙就在，未来为我盛开，天空开始泛白，脚步如此轻快。想爱爱出来，不要寂寞深爱，心里花开不败，心澎湃。谢六哥，红哥。风从草原来，吹动我六个甘草。哎，咱家慧慧卡了吗？我从草原来，风从草原来，吹动我心怀，吹来我的爱，听着像大海。我从草原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首歌叫《我从草原来》。那个谢谢爱你一下，还有六哥的四叶草。六哥是边给我刷草，边在公屏夸我，我最美，我最亮。谢谢放肆离子，感谢宝贝的喜欢。等会儿你们都去那边玩就行，去那边，这边号挂着就行，因为这个来风可以多开号嘛，知道不？就在这边不退出去，完去那边看着就行，都在那边。从草原来的估计，咱家风景说666是从草原来的，所以他就一直刷草。谢谢李子，再来一首啊，再来一首什么呢？选一首，你们平时想听什么呀？我不知道你们想听什么。酒干倘卖无吧，唱这首歌挺好的，你们觉着呢？怎么？唱个这个，然后咱们再唱一个草原歌。多幸运啊，好嘞。谢谢咱家责任的粽子，那唱完这首歌就给秀芝唱个多幸运啊，唱个酒干倘卖，是应该是酒干倘卖谋。谢谢咱家责任，
欢迎鸭叔，还没看见鸭叔进来，刚看见。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人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陪伴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们不保护我，傻傻迷将会是什么？是你陪伴我成长，陪我说的一句话，是天下给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。唱歌欢迎。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，却能够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。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，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和你一起唱。就敢唱美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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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敢唱美梦。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你们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陪伴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傻傻命运将会是什么？就敢逃美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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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敢逃美梦。就敢逃美梦，就敢逃美梦，就敢逃美梦，就敢逃美梦。谢谢就是，谢谢天音。怎么又骂起来了吗？我看一看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就有那么一两个人，大家不用管他啊，大家别跟他那个吵架什么的，因为那个会有人那个就是黑粉嘛，大家别吵架啊，就是管不住的，咱们就是管好自己就行了，不要理那些人。咱们唱一首《多幸运》，好像这首歌就最后一首歌了，然后就不能唱歌了，只能在直播间说话了，然后等会大家就切换那边就行了，现在就可以切换了。多幸运，好不好？
唱一首多幸运送给大家，然后咱们就只能说话不唱歌了啊。心在靠近，等不及解释我的心情，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，那么已经准备就绪，全新的旅行，看见啦，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，没有遗憾和可惜，抱紧幸福逃离，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今生最对的决定，我相信你就是我唯一，愿意陪你到底。谢谢秀师，好，那边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好不好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把我这边声音关了，然后看着我听那边的声音，好不好？然后咱们大家宝贝记住了，就是跟那边可以看直播，然后那个不要去打架，不要骂人，还有刷礼物的话不要在那里刷，就回自己直播间刷就行了，别的事就没有了，千万不许打架啊。好了，这边我这边声音你们可以关了，点击首页进入那个德云社发布会那直播间就好，两边一起啊。好了，我这边要开声音了啊，你们这边别转播了，不，你们这边别开声音，要不然的话你们就听乱了啊。我看一下，我感觉我在看电视剧。
现在能听见吗？喂，欢迎跑道。我现在转播的声音你们能听到吗？我昨天就估计两点来不了，没关系，声明。我第二个，有声音是吧？现在是转播呢，给大家，大家在自己频道，就在我这频道挂机就行，然后把那边声音开了，看那边行。嗯，听不到，不能吧？不能吧？哦，我现在就没播了，我现在给他们转播呢。那个他不会重新选我吧？就我就是定了第二个哈。啊，我就是开我房间的声音，正常直播就行了。那边我把你们活动现场的声音关了。好了，现在正式开始了，我们家也可以过去刷屏去了。现在已经开始了，跟着茶哥家的人一起刷屏就行了。咱们家不第一个，有别人刷了，咱们再一起热闹。喜欢听我唱歌是吧？好嘞。对，还没开始，马上开始了。等会儿就要抽人了，抽人选人了，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看。杰森聚一起信号断流了，宋平你在哪儿？
得给他们转播呢。咱家这人来回两边走，我马上就上去了，大家尽量不要切换这边看我啊，咱们先在那边等着，你们夏夏马上在那边就转播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去哪儿看想一下下，把那个屋的 ID 打一下，咱家宝贝，我是第二个上的，那边 ID。 6875吧，开始了，现在已经开始了，马上。第一个谁上啊？第一个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们那边是怎么弄的，我现在也是懵懂的。哎，茶哥在那边也开直播呢吧？都是吧？紧张吗？不紧张，这个不紧张。要是真人过去的话，肯定会紧张。在电脑前面不紧张。这个就是于谦，嘿嘿。哎，你们谁给我个建议呗？背景音乐要什么背景音乐？我还忘找了，我去，那边让我赶紧找背景音乐，我去。背景音乐，咱们整个什么背景音乐呢？咱们背景音乐找一个什么呢？干什么用的？就是等会儿问于谦老师问题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。郭德纲老师演戏的音乐。来个轻音乐，雨的音记。轻音乐，不行，这不行。欢迎顺顺读纯音小四，这纯音乐都不好听。五环之歌，夏夏跟韩夏夏是一个人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就这卜卦吧，就这个吧，行吗？我转播，我看那个去了啊！你们先搁这块儿挂一个啊，挂机，然后搁这边挂机，在那边看。哎，为什么那边公屏突然间公屏一下贼暴乱呢？就突然间的是什么意思？完一会儿又停了，完一会儿又出来了，是啥意思啊？你看现在公屏，
哦。你刷新一下吧。好了，还是卡。好的，郭德纲他们那边说话，我听不见，怎么办呢？于老师好，郭老师好，我是来风主播的韩夏夏。那么听说于谦老师你唱歌很好听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唱一首《野子》啊？于老师好，郭老师好，我是来风主播的韩夏夏。听说于谦老师唱歌特别好听，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唱一首《野子》听一听？我叫下山淼。
是不是延迟特别特别大？手啊，延迟太大了，我这边。挥手啊！我关了，我来啦。谁说我都回来了呀？我这边延迟太，我这边延迟太大了。哎，谁呀？直接卡住了是不？日语 A 原来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。你们还要不要在那边看一看呢？要不然我跟你们一起看一看呢。要不要看？看的话我就给你们转播看一看。不是，我这边延迟太大了，特卡，刚才突然间就卡了。欢迎咱家狼哥。给我看看你的耳朵，行，不看了。谢谢大家分享。哎呀，我也会说相，谢谢第二，我也会说相声。话说。有明星你们都不看，对对，那是评书，今天得直播到四点，至少得直播到四点，现在不能关直播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无敌，咱们家无敌跟我说了，他说你那边延迟太大了，那么卡，然后你都抢着说话了。我说那我延迟啊，我听不见那边的声音，然后怎么办？他说延迟延迟呗，你看人家。我被无敌给说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说话少说点不？我就是怕我掉链子，所以话少一点就完事儿了。哎，所以关键是，对呀、啊，他不是我的事儿，我这边颜值太大，我都听不着。然后想那么快说完干嘛？关键是他这边是他让我这个男的说你别喘气儿，一个劲儿的说完，他让我说完的，无敌，你不能怪我。我说我要不要中间停顿？然后裤衩说的时候，我还特意问这个问题了。他说不要停顿，你就一口气说完就行。他说剩下的让他们回答你就行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打了，我招呼都没打了。
哦不，我招呼都打了呀，我说郭老师好，于谦老师好，你们没听着吗？嗨，我打了呀，无敌，笑你啊、哦，他让你救啊，完了，无敌不喜欢我了，你就跟他唠。我想换个衣服去，我不想穿这衣服了，我觉得是这衣服让我卡的。等我半分钟，我换一下衣服，这衣服穿着不得劲儿，算了不换了。怎么还在那儿？还谢谢你 IG， 怎么还在那聊呢？哎呦，无敌今天胆肥了，谁在那聊呢？谢谢你 IG， 谢谢准备完了，对对对，准备完了，傻乎乎的都不知道占便宜啊？那我在那上面待那长时间干啥呀？说那么多话，万一要是哪句话说错掉链子，再加上我这破延迟怎么办呢？还是早点下吧。对，一点都没有意思，是不？那咱们就直播玩吧，直播。谢谢一路繁华，直播到四点那样，然后咱们晚上八点再播，行不？谢谢，是不是紧张了？这要说一丁点不紧张，那不可能。但是没有那么紧张，还没有年度那天紧张呢。就是有延迟，因为我这边听不着那边的声音。然后那个主持人、那个策划告诉我不要停，就一直说就行了。完我就一直说。啊，说普通话呀？不会呀。那我把我换一个。谢谢大家哆啦 A 梦。我去那什么啊，我在身后换个衣服，我先把这个摄像头暂时的。关一下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必须带点绿。我还是喜欢我这个绿绿的衣服，时尚哥说的，觉得还是这个衣服穿着得点劲儿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顶点绿。这回好了，这个衣服可得劲儿了，穿着纯棉的。欢迎我的泡芙哥哥，边穿边说话，对对对，欢迎泡芙哥，红配绿晒狗屁，你东西到了没有啊？谢谢，没有，没到，泡芙哥，我还想问你呢，这东西都邮多长时间？邮一个月了吧？能有？那你咋不和我说？我不好意思呀，我以为到了。没有，裤子不搭，我问问去，行吧，泡芙哥，没事，我没好意思问你。郭老师咋能叫你大姐？他说相声的呗。哈哈哈哈哈！还管另一个叫妇女呢，他是说相声的，说话没事，不用当真。
刚才还说那个主播穿的太少了，反正他们都是挺幽默的那种，没什么，都并无恶意，都挺好的。老郭说一听你就是东北的野子，野子。唱一首什么歌呢？金海心唱那个，东北沈阳的呀，大家点击一下夏夏的关注，就在头上方，点完关注下回就能看夏夏直播了。谢谢虚空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经常接触什么活动的那种人，这个是真的。所以像有一些活动我真的就是没有啥经验，然后心在参加活动这方面就是心里总紧张，你知道不？所以真的就是让我去参加这些东西，真的就是人来风官方那都说了，有的时候让夏夏上活动都害怕，就夏夏他就没个准儿，你知道吗？确实是这样的，所以他们对我特别担心。今天早上他们负责叫我起床，让我提前再彩排一遍，我也不相信我自己，这是实话。我比较喜欢这么平时跟你们这么玩，要真是有啥活动这那的，我真是受不了，心脏受不了。而且今天我这边有延迟，你以前踢球上大球场不紧张吗？不紧张，踢球的时候打比赛的时候上球场拼两下铲铲球，腿上出点血，就感觉完全进入了状态，就不紧张了，拽两脚就好了。但是搁这上面还是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，是吧？拜拜小傻哥，关键参加太少了。是，要不你去比基尼练练不了，让无敌和晨晨多带带你，让他俩上去，他俩还不一定比我强呢。给你们来首歌，金海心唱那个叫什么来的，爱似水仙。我先来一个歌舒缓一下。哎，英绝情，只要我们相信你喜欢你就好。谢谢宝贝们，你说我老得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要为你改变，盛开在夏天。别忘了我就是水仙，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你给我一双鞋，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。如果你看出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疯疯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。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听你唱歌。爱似水仙，我姓风。你说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
实现，要为你改变，盛开在夏天，别忘了我就是实现，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，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，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，如果你看出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苟活上夜，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我的窗前，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，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，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苟活上夜，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我的窗前。哎呀叔，完事儿的，结束了，就是那么一下。欢迎我的潇洒叔，潇洒叔，你在那边玩嗨没啊？我上去之前就看你在那边嗨呢，就这么个活动，我以为夏夏还会在那里唱歌呢。哎呦我去，明哥，我跟你讲，让我真上去唱歌的话，我就没事了。让我说话，我这边还有延迟，我去，说一口就说完了，还得让我，我就是这样才不得劲呢。你要是让我上去就唱一首歌的话，我倒觉得挺放松的。那唱歌随便唱啊。说话我就烦唠嗑，欢迎蛟龙，上去唱首歌还行，应该让主播上去表演一下才艺。完顺便宣传一下 ID 号什么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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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五翔一五，我每次冲进看你直播就用了一半，呵呵，这活动意义不大，唯一的意义就是看谁家的广告做的响亮。我这普通话，我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说。于谦老师好，郭德纲老师好，我是来风的主播韩夏夏。听说于谦老师唱歌特别好听，那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唱首野子？然后他们说，哎呀，这一看这东北人，你这野纸。老郭喊了你好几次，场面好尴尬，但没办法，人我这边听不见那边是在干嘛，不知道，主持人就让我一口气说完了。那个郭老师喊我，我也是看不见的，没有办法，只是我倒霉被他们中间喊了，正常主播他们不会中间喊的，所以他们要不说话就好了，我倒霉他们中间喊我了，要不喊我的话我能很顺利的进行完事儿。中间我被打扰了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这边看不见你们那边任何的情况，因为有延迟啊。嗯，头发真好吃。咦，点一下我关注啊。现在说话太少了，跟我合计早点说招下来呗。野子，我还给你们唱歌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再跟你们说的话就该上我了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
世事非免，等等等你自己已经相隔多年，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刻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。有啊，在心弦前我就是你那个木偶，等着你醒来了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分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一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，在心向前我就是你那个木偶，等着你醒来了。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一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要在一起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誓言，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谢谢我的明哥，谢谢。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，等会儿我要出去吃个披萨去，跟我的姐，我不想去，我小侄女非得想吃那玩意儿，带去吃。下直播洗头吃饭吧。谢谢我家明哥。谢谢没正形的小三八，嘿嘿。我今天晚上欢迎北京土著。我今天晚上几点直播你们知道不要？亲爱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谁说七点？八点？夏夏来水了吗？没有来水，家里还是停水呢。晚上直播我就穿这衣服了，今天晚上直播就不换衣服了。谢谢这台湾的朋友。对，那个大家把关注点完了以后，咱们晚上八点见，好不好呀？咱们就今天上午就不播了，还有四个小时又见面了，八点大家记得过来。你的电话不会唱啊？该来的躲不掉。
好的，那我下去休息去了啊，宝贝们。然后咱们晚上8点来咱频道啊，拜拜！谢谢咱家所有的小伙伴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晚安。